跟刘德华合作多次，那觉得跟他的化学作用或是跟他的合作怎么样？可不可以请你说一下？我觉得我跟 Andy 的那个默契是从我们在《鹿鼎记》的时候建立的，因为拍那个戏也拍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然后刚好在戏里面我们都是演好朋友，所以就变成产生了一个很像好朋友的一个关系，无形中就变成了好朋友，然后大家也建立了很多的默契。我觉得所以后来我们每一次在合作的时候都会很有 chemistry， 那种 chemistry 可能是来自于信任吧，也是多年的合作培养出来的。